讲的，不好意思，跟我讲一下那个啤酒。琪琪，因为现在不在荣总做化疗了，因为主任跟他讲，现在做化疗也没用，所以因为他已经做了70几次，对这个化疗药有这个抗药性啊，所以就没有做化疗。那我现在把他转到，因为有一个博士，90岁了，90几岁，然后忽然来找我，他说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疗法。就是放射刀的治疗法，啊，也不会不舒服，大概一天做个半个钟头就 OK 了。现在目前在那个更新医院，但是不用住院，嗯，一天只要做个半个钟头就可以。那现在才刚刚做的不到一个礼拜，现在还不晓得的效果是怎么样，哎，我们希望这个最新的疗法能够让它康复起来。哇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